这个我就知道，刘老师又来了。还有啊，嗯，我拿不了这么些个。哈哈，给大林啊，嗯，这俩我一看我就知道，是吧？嗯，这是给我的，这是于老师的。我这还按着帽子来给的，没听说过。刚才是高峰，啊，栾云平是，高峰是我师弟，嗯，栾云平是我徒弟，对，这是爷儿俩，高老板卖力气，是吗？话筒都湿了，这叫卖力气啊，这个。嚯，不至于湿到那儿去。你好，这是嘴里太没功夫了。哎，一晃，啊，高峰来的时候真是小小子，也年轻。你看现在都谢顶了，嘿，让人感慨。嗯，他来那会儿没多大呀，20出头吧。是，也就那样。嗯，后来来了几年，嗯，把我们这报幕那大闺女拐走了。嗯，人结婚了啊，结婚了啊。对，后来生孩子呢。嗯。他媳妇生完孩子给我打一电话，嗯，哥我生了，呼呵，给您道喜，嗯，哎，得嘞，就是是个女孩，对不起啊，我说嗨，这么对不起，跟你道什么歉呢，人家，挺好，挺好，啊，一晃，啊，一晃老高也沧桑了，就是大了，这些年我是亲眼看着好些个事情一步一步的，嗯，亲眼看着岳云鹏从炸酱面馆那伙计成为大明星。这是蜕变的，亲眼看着郭麒麟从一个小胖子变成一个大帅哥，多好啊！亲眼看着张云雷打南京高铁那儿掉下去，好嘛，又飞起来了。哎呀，岁月不饶人，我也没饶了岁月。是啊，挺好。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和于老师能在一起说相声。哎，这么多年了啊，挺好。您别哥俩这个就这份感情，真的是是是。感谢各位，感谢大家。嗯，尤其这些年，于老师和他的你把这放下行吗？我就准知您干什么。哎，太可爱了啊！这是一种暗示哈。谁说一种暗示？啊，嗯，谢谢大家啊。嗯，跟嫂子我们好好的。谁呀？说相声很简单，很简单。说好了可不容易。是，而且这个玩意儿来不得半点虚假。糊弄人不成，那是。嗯，你举个例子来说，哎呀，看同仁堂买卖不错，哦，郭德纲于谦凑点钱开几家同仁堂，啊，你开10000家也不管用，你不会呀，不是说这个吃的药多了就能成为大夫，嗯，啊，这个术业有专攻，得道有早晚，对，对过开家相声场子，哎呦，人家挣钱，我们这不挣钱，嗯，把于老师勒死，挂他门上讹他啊。这300-500块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，我太不值钱了，我也给我弄死才300-500。说句实在话啊，啊，得从小到大一步一步来。嗯，我们这行不养老不养小，是啊，你说4岁5岁孩子站台上一说相声，往这一站，小可爱，我是你爸爸，你是我儿子，呵，一说这个是大伙都挺高兴的，就对，那我可不高兴了，啊，就说小孩那个状态，嗯，但你说真到了我们这个岁数也那样。行吗？我们这好家伙，到30-40了还站台上，嗯，我是你爸爸，你是我儿子。这个说句良心的话啊，啊，因为观众心里他是有一个底线的。哦，啊，我要解释这个问题。您说，你看两个孩子站台上说这个，您还可能还觉得行，好玩，小孩可爱，原谅。真到咱们这个岁数，说实在，我是你爸爸，这说句良心，我也不是那么开心。对，因为我很不开心，我跟您说。因为他不是真的，对，要是真的我更不开心了嘛，那不是，那我还得先上全聚德包葱去吧。对，这嗨，别提这个了，相声都是编的，对，刚才那些都是真的，对，谁说的，我们都打小学相声，嗯，四门功课，哎，说学逗唱，这是基础嘛，说好了不容易，唱好了也不容易，都得练，我们这个唱叫太平歌词，哎，这是我们的本功唱啊，特别简单，你看都观众都会，嗯，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你看听着特别简单，是旋律也不复杂，哦，于老当初为了唱太平歌词，嗯，在太平间住了半年啊，我在那儿练出来的，唱完还喊呢，啊，不服的都坐起来，好家伙，你坐起来我躺下，啊，很成功啊，都很成功，包括说相声，对我们来说，嗯，都是我们的老师，
是都得学，都是老师，没有说对说相声没用的，没有。哎，实话实讲啊，艺不压身。你看曲艺类的、戏曲类的，都得学。哦，你看那会儿我们小的时候，比如这段相声涉及到京剧了，嗯，啊，就给我们送到京剧团学京剧。谦儿哥那会儿就是没少上京剧院。我喜欢京戏啊，一到京剧院，一大帮大爷就把他围上了。大爷们多，人缘好啊，都喜欢我。拉木的王大爷啊，扫地的赵大爷啊，做开水的孙大爷，嚯，看大门的刘大爷，不，没有别的呀，全是大爷，就是一把的老头，哇，都围着呢。哦，哎，比如说这段相声涉及到评剧了，是，哎，就把我送到评剧院去了啊。您喜欢评戏，一到那儿，一大帮唱评戏的小姐姐就把我围上了。您怎么改小姐姐了？那还唱花旦、唱青衣的那个啊，啊，十七八岁，二十出头吧，哦，七十多个小姐姐就把我围上。哦，嗯嗯，瞧，早知道我也喜欢评戏，嗯，来不及了，你知道吗？是。当然，谦儿哥在我们这行出类拔萃。您客气，他评戏唱的也很好。没有，我怎么能唱评戏不成？来两句。我。您太客气，您这学专攻的评戏的。于老师唱的可好了啊！你于老师那会儿没事老上评剧院那儿找我玩去，是，他也不是为找我，嗯，啊，去了把我扒拉开了，跟小姐姐们聊天。我主要是躲那帮大爷啊。唱的好，他还会唱那个什么，啊，刘巧啊，哦，您说那现代戏，两句就听会，来，嗯，您瞧，来，我帮助你啊。咱俩一块儿唱，他会唱，唱好着啊。哎，那个评剧现代戏刘巧，嗯，奚梦霞老师的代表作，是电影也拍了，嗯，跟那个小生有几句对唱，于老师唱的，一回婉转啊。我给您搭个架子，哎，来，再来一块儿啊，听您啊，来。一见大婶扬长去，柱儿心中暗着急，悔不该做事太无礼，悔不该对人瞎猜疑，走上前叫巧儿，我对不起你。咱们俩谁跟谁，何必太客气，王寿昌明天他要把我娶，咱到村子里头解决问题，村子里一旦是不同意，咱到县里头解决问题，县里头还是不同意，咱到省里头解决问题，省里头一样是不同意，我把你卖到了红灯区。这什么词儿啊，这是哪儿有这词儿啊，废话，我这记不清楚，反正是那会儿老唱这个玩意儿，后来就忘了。都是我们的老师，评剧啊，河北梆子、地方戏什么都得唱，是，但是很难。因为每一种戏曲的发音位置不一样，是吧？你包括河北梆子，嗯，梆子啊，嗯，唱起来唱腔激昂慷慨，单一味儿。但是梆子呢，女老生跟男老生唱法都不一样，还有区别呢，男女同调，梆子用板呼。哎呦，调门也高，梆子是燕赵之地，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。哎，你看女老生那个冲劲儿啊！你看那个有这么句，您来两句。可说是我的儿啊！哎，你想想，不一样。我也是欠我这冲，特别冲是吗？但是男老生就不，男老生到不了这个位置。男老生呢？他是。本公音和背公音就是真假嗓子相结合，半说半唱，这有难度。可说是我那不懂事的儿啊！啊啊啊！啊啊这人要不长记性啊！嘿，哎，还有一个爷爷骂孙子呢，不听了，不听了，爱给谁给谁唱啊！这是这梆子它不一样啊。啊，当然最难的是京剧，啊，大戏了那是。京剧可不容易啊。对。啊，京剧当年是四大徽班进京的时候。嚯，四大徽班啊，嗯，乾隆过生日。哦。全国各地来了好些个唱戏的，到北京，嗯，北京城遍地搭的都是戏台，全唱戏。啊，资料记载，包括西直门外高亮桥路边搭的，嗯，一个一个戏台都是。嚯。全国的戏曲都来。嗯。啊，但是有唱徽剧的。嗯，啊，有唱这个各种小调的，嗯，啊，当时在北京那会儿没有京剧，哦，当时给皇上唱的就是昆曲，
哦，哎，这些个地方戏到了北京之后，嗯，给皇上拜完寿没走，哦，就留在了北京，嗯，吸收了昆曲的东西，再把梆子的地方戏小曲糅合一块儿，嗯，才出的这么一个京剧。哦，从那儿有了四大徽班进京之后才有了京剧。嗯嗯，那会儿来说，北京城高官显宦们有身份人很看不起。是啊，听昆曲雅致，嗯，听京剧这个让人看不起啊，俗了。但是呢，在不断的斗争当中，因为艺术嘛，它永远是为外行服务的。嗯，所以说最后还是大批的外行战胜了昆曲，是、嗯、才有了京粹剧，这国粹这叫京剧。一步一步，我们小时候也都学，嗯啊，这个。咱俩今儿唱个京剧怎么样？啊，哈哈，又唱京戏了。啊、这戏咱俩好好唱，唱一个冷戏。我还要整段唱。唱完只要今儿成功了啊啊，今儿成功，过完年我带你咱们俩出去丢人现眼，就带你巡演去。啊，巡演是吧？我带你啊上那个遥远的一个地方啊。哪儿啊？澳大利亚。还闹大地呀、哎！闹大地呀！您说的是出国演出？怎么样？我带你，咱从这儿走，咱先这样、嗯，先奔日本，先奔日本。哎，日本也看传统戏曲。您说国巡演、啊？巡演，打日本开始走。哎呦，哎，日本演完之后呢，咱们就奔越南，好吧？从日本奔越南。越南完事之后，柬埔寨。嚯、哦！好啊，柬埔寨、金边、老挝、万象啊，哎，缅甸、仰光，反正这几个地儿，咱们演完之后，嗯，咱把零钱数数，只要够，咱俩人就奔澳大利亚要饭去了，是怎么着？不是把零钱数够，他肯定会有给零的，有给整的都有，零的搁你那儿，整的搁我这儿、哎，好吧？但您给我看着啊，咱换完之后，咱俩就买张长途票，咱俩就闹大利亚。好家伙，这非淹死我！我带你到那叫布里斯奔。嗯，布里斯班，斯班 啊！哎，我带你，咱俩上那儿黄金海岸。您就是好啊，咱们去出国。我带你上黄金海岸，咱俩趟浪水去，好不好？这都什么词儿啊？这是，嘿，趟浪水。咱俩把这裤子挽上来，咱俩黄金海岸，咱俩就趟浪来趟浪去。不，您这是趟浪天雷，趟浪天雷。嗨，这家伙点儿，您带你出国演出，愿意不愿意？这挣钱的事儿当然愿意了，可以吗？我这太好了，我跟着你。你看见了吗？看见吗？看见吗？看一说钱，这老艺术家这脸都怒放了。不是你，你不是淡泊名利吗？那也得挣钱养家吃饭呢。你不用，你不用，你家我给养。我用不着，用不着。你我这嗨，您别弄这，您把这放下，您老多说无益啊。那就行了，您还别比划。你懂的，你懂的。我懂什么呀？嗯，咱们挑一出现在不经常唱的戏，好不好？我听您的呀。这出戏的名字叫《洪阳洞》。嚯、哦，这可少见了，好吧？洪阳洞，哎呀，可以呀、啊！洪阳洞是杨家将的一个故事，那是啊。这个戏好多年没有人唱了，是啊，哎、就是想当初杨六郎的父亲老令公，嗯，死在这个两郎山了，是尸骨呢被北国人带回去，嗯、放在洪阳洞。对，后来杨六郎想，我父亲的骨灰在那儿呢，我得把弄回来呀、啊。是啊，跟前有俩兄弟，一个叫孟良，一个叫焦赞，这是哥俩。哎，我们让孟良去盗这骨去。稻谷，哎，焦赞呢说我也得跟着、嗯，就去了。嗯，到那之后，洪阳洞黑了呼呼洞的，没看见。哦、这孟良觉得后边有人、嗯，一斧子就给焦赞弄死了。啊，完事觉得挺别扭，自个儿也自杀了。哎呀，消息传来，杨六郎也死了。是，这出戏也叫三星归位，就是这么个故事。这就是春节期间唱了那个喜庆祥和的一个戏。哎、这个，嗯、啊，这叫喜庆、啊。这一折叫洪阳洞，是俩花脸的对戏。对了，一个孟良。一个焦赞，对啊，好，这时候戏咱们来一回吧，可以啊。他小时候他学过这个啊，我这倒是练。但是你要出国演出，你比如说你要到日本了，嗯，到了什么东南亚地区了，到哪儿他不一样，啊、哎，这还有改动啊。哎呀，你看看现在整出大戏，整出大戏，啊、过去按规矩说一出戏四个半钟头，然后为了参赛改成15分钟，哎，这不全下下去了吗？那你没办法，对吧？啊，这团里有要求，我们只能是演一个半钟头。所以很多戏都掐了，这个也正常。哦，尤其出国演出，是是，适应不同观众的口味。尤其咱们到澳大利亚，对吧？啊，别提澳大利亚。咱们唱完戏一趟浪水也挺好。行，好吧，不用。我来孟良，你来焦赞，我来焦赞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打花脸，咱俩出来把这场戏来一遍，来一遍，大伙儿一高兴，好，唱完了，咱们今儿开了箱，明儿我就带着你，咱俩就趟浪水去挣钱去了。哎，好啊，我跟着你、啊，你跟着我啊，跟着我、啊。好，好，好，来。更起来，
什么玩意儿？您这怎么你怎么这样质疑我啊？不是质疑您，这老戏怎么还有机关秘密要谨慎这词儿啊？你会这出不会？我会，我学过呀。你什么词儿？稻谷，北国有个洪阳洞啊。这对对对对对对啊！这出戏是不是很多年没有人唱了？啊，是，就是因为你们太陈旧了。北国有个洪阳洞，千里迢迢路不通。对呀、啊，元帅三经得一梦，梦见他父老令公，对吗？您会这？您对，我要唱那个，我能上澳大利亚吗？那您澳大利亚怎么唱？就按我这来，机关秘密要谨慎。机关秘密要谨慎。对了，那我怎么接呀？你侦探北国走一程啊？这里还有侦探呢？你看看，外国人澳大利亚一听，哟西。这是澳大利亚人吗？这个日本人在澳洲长大。哎，嗨，全行。来，我这来。哎，走啊！更进来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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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更进来去。空嘞矿，一拆嘞矿，机关秘密要紧的深。侦探不过走一审，腾提汤啊，大花脸呢？你不要脸呢？什么玩意儿这是？怎么跟老艺术家说话呢？废话，哪儿大花脸这词儿都出来了？那我是谁啊？你是孟良啊？你是谁啊？我是焦赞啊。咱俩到这儿，我是孟良，我是焦赞，这叫报名啊。这到了番邦外国北国呀、啊，啊，人家那儿架着机关枪呢。什么呀？哦，来了两个人、啊，一个是孟良，一个是焦赞。好家伙啊！要到河北了，您说这说这意思、啊、要化名啊？化名怎么着？就我大花脸，我呢二花脸呢？哦，二花脸，二花脸，你的，来，这有什么呀？走啊，杠起来去，杠起来去，杠起来去，共嘞逛一车嘞逛，机关秘密要紧的深，侦探不过走一程啊，大花脸呢，二花脸呢，来的我的伙计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？怎么还打嘟噜？还是我是怀疑怎么了？这是咱这地儿离俄罗斯很近，知道吗？哪儿就离俄罗斯？你得让他们听出有方言来，知道吗？来的我的活计，哎，打一招呼，外国人一听，哦，这是自己人，啊，这就自己人了。哎呀，来的我的活计，嗯，我说什么？你说我早就来了。哎，呵，好家伙，早就来了，行不行？我就听你的呗。要行，咱们就澳大利亚了，肯定去。来吧，走啊！更起来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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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更来逛一车来逛，机关秘密要紧的深，侦探不过走一程啊！大花脸呢？二花脸呢？来的我的伙计，这我怎么听怎么别扭这句话？乖，哎，伙计，我早就来了啊，来了就好。嗯，我来问你，嗯，你是叔爷家的儿子？这不是废话吗？这你看，我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说呀，说什么呀？就这句，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这不是废话吗？这个废话也得说，这不是咱俩说废话啊，掩人耳目。这还叫掩人耳目？哎，你谁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那上面站着好多外国兵呢。是吗？哦哟，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？这嗨。还是没明白。哎，我就问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就哎，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这么说就对了，简单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离着澳大利亚又近了一步啊！哎，我就好好学习。更起来去，更起来去，更起来去，更来逛一车来更，奇怪秘密要紧的深，侦探不过走一程啊啊！大花脸呢？二花脸呢？哎，来的我的伙计，伙计，我早就来了啊！我来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，你可愿意？这不是废话吗？这是我愿意的事儿吗？那我愿意不愿意啊？这不是愿意啊？愿意就是说呀。我说什么？你得说我倒认得可，还得说认可。那这都是迷惑敌人的话。我拿我爸爸是我儿子迷惑我敌人。哎，外国人纳闷，嚯、哦，这哎呦啊，就好。快点快，一会儿澳大利亚机飞了啊！哎，快来来来，更起来去，更起来去，更起来去，更来更一锤来更，机关秘密要紧的深，侦探不过走一程啊！大花脸呢？二花脸呢？来的我的伙计，伙计，我早就来了啊！来了就好，我且问你，你是叔爷家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
你倒怨了咦，某倒认那活呀，把你过继我两天，认活不认活？不认活，这叫占便宜，知道吗？一点都不便宜、啊、怎么就我就过去给你了？那有什么可便宜的呀、啊？这主要是外国人一听，哦，他是他爸爸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他爸爸头发都没了，岁数大了。那什么，这外国人太爱掺和事儿了，这就是迷惑爹，这知道吗？我你得把词儿说顺了 啊，怎么着？哎，你没上过学这个事儿 啊？我学了，就是到这我得问你，你把我过去两句过，过认过不认过？那我说，你得发自肺腑的啊！哎，某刀认活得不得了啊！我也太贱了吧！我也做戏嘛，哦，就这唱完了，咱们俩就飞了，这就行了，就是人儿啪，咱们走。好，好，这好，来，走，更起来去，更起来去，更起来去，宫里逛一谁里逛，奇怪秘密要紧的神，侦探不过走一程啊！大花脸呢？二花脸呢？哎，来点我的伙计，伙计，我早就来了。哎，我来问你。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你可怨得意？我倒认得可。把你过继我两天，认可不认可？来，快，快点。来，来，赶紧。我倒认得可的不得了啊！这还罢了，更去去去去。回来，回来，哪儿的就跑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事？怎么你就跑啊？什么事？怎么了？往下唱啊！往唱什么唱？这戏就到这儿，这都参赛掐成十五分钟，团领导说了十五分钟，多了扣分。不是啊，好了，没事了啊，就掐到这儿了。对对对，那么今天元宵节呢，我们大家先等一会儿啊。不是，这戏就掐到这儿，就到这儿了。哦，再来一遍吧。不是，好什么的都有。不是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机关秘，别唱啊，换换吧。我来孟良，你来交赞，好吗？来不了。怎么来不了？你那个词儿我不会。哦，我这词儿你不会，你怎么教我来了你？唱啊，还得唱、啊，必须唱啊！那来来，跟我走啊！换了啊，换，走吧！杠起来去，杠起来去，杠起来去，宫里逛一车里逛，奇怪秘密要紧的神，侦探不，这不是没换吗？这不是？你别张嘴，我先唱。这谁嘴快是谁的、啊？没听说。那你得唱，你不唱我就唱了。你看我先唱啊，来，走吧。更起来去，更起来去，宫里逛一车里逛，机关秘密要紧的神，侦探不过走一程啊！大花脸呢，二花脸，来点我的伙计，什么乱七八糟？又怎么了？这不是还是没换吗？那你谁先说呀？我先说、啊。你先说，那你倒说呀！别老抢词儿啊！跟我走啊，走啊！杠起来去，杠起来去，杠起来去，宫里逛，一车里逛，机关秘密要紧的神，侦探不过走一程啊！大花脸呢？二花脸呢？来，这还我来不了，这不灵吧？你看看，嗨，你这会儿我的伙计，哎，伙计，我早就来了。我来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你爷爷的儿子。你倒认可，你是认可的。后来呀、啊，行了，咱别闹得立亚了。你不跟我趟浪水去了？这没好。哎呀，谢谢于老师啊。您客气。于老师求我好些天要演这个。我怎么那么贱呢？这个是个传统相声，哎，啊，叫《洪阳洞》。是，这段大概得有了这么七八十年了，还不得？哎呦，老相声了，这老相声年头太早了，过去都是在马路上演这个。哦。演一段，观众一乐，这算开始要钱。对，打零钱用。哎，对对对，挖掘城里拿出来，大伙一听一乐，是不容易。听相声您也不用想的太多。啊，对我们来说，相声就是个工作，哎，手艺。嗯，
养家糊口呗。是，剃头修脚卖菜说相声，上非洲当皇上。哎呦，人这一辈子就是这几十年，嗯，怎么开心怎么快乐就好，这就对了啊。台上这些个您不用往心里去啊，不用往心里去。台上吗？这都瞎编的。哎，啊，你包括刚才说什么嫂夫人了，他们老爷子了，什么包葱啊，啊，这顶多就是说现实生活中有个95%，然后、啊、这就不少了。您呢，95%，那就纯瞎编的。我就怕见他父亲，是吧？我谁也不怕，我就怕见他父亲，因为他父亲在我的节目里边实在是丰富多彩。我爸爸还怕见你呢，得拉倒，谁也别见谁啊，别走动，别来往。老头特别的可爱，是啊。您各位哪位要是有时间？路过大港油田就能瞧见他们老爷子、啊、对，他们老两口在天津，在天津退休了。是，老头那儿有一个大院子，嗯，挺好，院里有树，夏天坐树底喝茶。是，哎，然后靠着院外边有几间闲房，嗯，后来老头把那房租出去了，挣点零花钱嘛，也挺好。哎，一天到晚的退休费，这几间小房一租，那一月还挣几千块钱，挺好嘛。儿子们还孝顺，孩子们都挺好的。嗯，哎，老头老太太足吃足喝，哎，不错，没愁。没事，下午睡一觉，起来，嗯，就上门口跟这个租他门脸房的小两口聊会儿天，闲聊。这一天就算不错。嗯，你像这日子口，他们那小两口就忙起来了。忙什么呀？哎呀，这个正月十五嘛，啊，过节元宵，哎。他父亲租房这个院子门口三间小闲房，嗯，租给两口子人，嗯，卖元宵，哦，做小生意，做小生意，嗯，打的元宵，什么叫打元宵？现在其实都少，嗯，我们小时候这个特别多，嗯，弄一大笸箩，嗯，提前把那个糖块馅儿弄好，切成方块，嗯，撒上水，搁在那个笸箩里边摇，哦，笸箩里边撒上干面，这么一摇，嗯，一会儿呢，你想那个。糖块上沾上水呢，啊，再沾上那干面，慢慢的就摇圆了。哦，摇来摇去，哎，这叫打元宵。打元宵也叫摇元宵。对，旁边呢有一炉子做一锅、嗯，这水老开着。做锅干嘛？你要买生的回家也行啊。你要说在这儿给我煮一碗也卖。哦，还有现吃的。就是小两口带着一孩子，这孩子一岁，小孩呢，天天跟这儿摇元宵卖也挺好。哦、是、哎，刨去了交他父亲的房钱呢，小两口挣的钱呢。比上班还多，那不错呀、啊。哎，像这日子，这挺好。那真忙着，他父亲也是真疼人呢、啊，是吧？每天下午睡醒一觉，4点来钟，啊，他爸爸就打屋出来。哦，还趟着料呢，我爸爸这，不是上岁数，还没改呢，上岁数腿底不利索 啊，站这儿，这男的屋里屋外忙活，这媳妇呢干点轻生活，干嘛呀？就抱着这孩子，哦，抱着孩子跟这儿。摇这笸箩摇元宵哦，他爸爸就爱站着小媳妇跟前儿，啊，你这逗猫呢是怎么？哎呀，累吗？哟，于大爷啊，不累，嗯，也不易啊，嗯，什么毛病啊？这都是，呵，好家伙，嗯，都出汗了，嗯，管着管不着啊，还挺白，嗯。看什么呢？这是人家这女的，你要租她房没办法啊。看是，哎，干点小买卖呗。嗯，抱着孩子，一岁的孩子，怀抱呢。她这个日子过得不是特别好。嗯，要是纯买尿包啊，有时候都觉得舍不得。就是尿不湿是吧？给孩子穿一开裆裤。哦，抱着孩子，还是半拉屁股在胳膊这儿。嗯，摇着元宵。嗯，一岁的孩子。嗯，他有时候大小便还不能自理。他都不知道。孩子不知不觉的呢，嗯，拉出一个小屎袋来。哦，拉了。小孩一岁就这么点。是，你要说于老师，我你甭待，你说我干嘛呀？哦，嗯，这就这么大小屎袋啊，别比划了。他妈抱着他嘛，啊，摇着笸箩，嗯，这小屎袋吧噔掉这笸箩里了。嗨，跟那些个什么。黑芝麻馅儿啊，什么各种馅儿，混在一起、啊、不好摘这玩意儿，但是也不能说不好摘。嗯，它怎么着，它比那馅儿要大啊，它馅儿它大，它摇出来个儿就大。哦，所以这一笸箩里边就这最大，大个儿。哎，大个儿的啊。嗯嗯，哎呀，啊，要他爸爸，给我煮几个吃吧。
馋了，煮呗。啊，哎，那个丈夫就过来，拿手在笸箩里这么一掐，啊，端起这么一把来，锅那开着呢，啊，就扔到锅里边下锅了。这里边就是那特别大的那大元宵，捡大的挑，一会儿就熟了。啊，这东西一飘上来就熟了。对，拿罩里一捞，嗯，捞到碗里，浇一勺热汤，啊，来筷子。爸爸接过来，嗯，就别吧唧嘴了。我呀，啊，我来这大个的解馋啊，啊，这大元宵啊，是爸爸拿起来，嗯，哎呀，一咬就咬一半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怎么呢？巧克力馅的不甜呐！我去。这都真事儿，嗯，到我这儿全是真事儿。这都高峰告诉我的啊，怎么那么缺德？你不信问老高去，真的。问什么老高啊？老高，干嘛还真来？嚯，您来吧，有事儿求证呢，这是。啊，嗯，他爸爸吃元宵巧克力馅儿，对不对？确实不甜。你看看，哪儿就确实不甜？我们仨师兄弟儿是的。我师傅是侯耀文先生，没错。谦儿的师傅是石富宽先生，是。老高是范老师的学生，对，范老师是范岛爱，啊，去，你别瞎介绍啊！嗯，我师父叫范振玉，翻译过来是范岛爱，哎，这没有，不用翻译，不用翻译叫范岛爱，对，你别跟人掺和啊，他就一个名字，范岛爱，对，哎，是，没你乱不了啊！我师父叫范振玉先生，范振玉先生，哎，艺术家，哎，三位先生都去世了，多遗憾！哎，我师父没死啊。哎，您怎么这一句话就说死一个？您这等于缓过来了。什么叫缓过来就没事？谁的师傅谁了解？啊，您这话有点过分了啊！你这话应该下星期再说。好的，好的。就活一礼拜呀？啊，今儿礼拜几也不？着不管吧？你别许给他，回来讹你。好，这碰瓷儿来了啊！嗯，挺好。这个哥俩对我来说帮助很大。您客气，在德云社这是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。哎呦。今生今世我是无以为报，那么您打算若有来生下辈子我要是当了皇上，嗯，于谦啊，你就是我的大太子。高峰，我呢，你是我的二太子。行了行了，好家伙，拿起来就说啊，这都不像话。是凭什么你是大太子，对吧？朋友们，没有任何根据啊，往这一站，你大太子，你二太子，凭什么呀？你先等一会儿吧，你是不是脑袋有点乱呢？我没乱，人说真真的，你大太子不哪儿过节喝酒喝多了吧？滴酒不沾，不哪儿，我怎么就不能是大太子啊？矫情，这叫矫情了啊！朋友们，这叫抬杠了。废话，你 你列出一二三来，你有什么资格当这大太子？这还用当着朋友们面还说什么资格？多新鲜！你说谁不知道？你想，我跟父王合作多少年了？我们。你呀，你纯粹把大伙儿都气乐了。怎么了？咱说的是排行，没说合作，这两码事啊。你排行第二也合作呀？啊，你不说合作也可以啊。你说什么呀？咱就说岁数呗。啊，岁数怎么？我比你长几岁。现在咱们来个大排行，我来大太子，怎么了我？你岁数大，死的还早呢，对不对？你这叫什么话？你说那没有用。我呀，咱按大小个儿吧，大小个儿。我你叫大小个儿，你先等会儿。我刚才越琢磨越不对啊。咱俩都儿子辈儿了，咱这还争竞什么呢？咱们怎么争？咱也是儿子。你跟他说呀，跟他聊聊。不对了，这哎，姓郭的，哎，喊陛下，陛下，我想毙了你。去，不是我们怎么成儿子了？想当孙子？对了，去，谁想当孙？咱不是哥仨吗？哦，好，平辈儿。你说辈分错了？哎，对，当然，那从调。嗯，下辈子我要是当了皇上，我们于谦就是我的正宫娘娘，好吧？他起码的平。高峰，你是我的西宫娘娘，好吧？这成？这不成。怎么了？你看平辈儿什么？平辈儿也不，你为什么是正宫呢？你老跟我争竞什么呀？你说这话都废话，一共封单俩人，不跟你争，跟谁争去？不是你争也没，我怎么就不能是正宫呢？我，他又来了，人正宫娘娘要求得母仪天下啊！我各位，我这模样我长得不母仪天下吗？我，
对不对？这头好几年他们就都说我母仪天下了，开始那是讽刺你怎么了？母仪天下跟长得像老太太是两回事儿，这谁长相？那位看见了吗？啊，俩娘们就得要我的命，知道吗？嗨，我跟您那么说，老爷子喊陛下，哎，陛下，平身，哎，好，您我也跪下，您最好您废了他，您立我。为什么呢？您不知道，他也生不出孩子来。呀，朕的江山呐、啊，就是啊，你生得出孩子来呀、啊嗯？你甭管，我有路子哦。什么叫路子、有路子就好办啊！哎，对对对，找人帮忙就是吧啊！哎，那是，那那从风啊，哎，那样话，那于谦你是西宫娘娘了，你还换了又好。哎，高峰你是京中第一名妓啊！对了，哎，名妓、啊，我下了朝没事找你玩去，你准不去，我给你打个条啊！我不相信你，我让太监替我去，那更没用了，还有路子，不行了，这。这说这干嘛？这我是说咱们仨得好啊，怎么能错呀？那就让于老唱个歌吧。啊，哎，你看看，哎，哎呀，既然您强烈要求唱个歌，我多么强烈要求了？那您唱一个吧。嗨，不是，我已经发过誓了，学猫叫在台上再也不唱了。要一唱呢？一唱就老骚猫了，咱们说。咱们老宅您那个拿手的那个，对，咱们唱个老歌吧。经典歌曲，假行僧吧，唱几句、哎、好吗？哎，来啊，嗯，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白走到黑，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。假如你看我有点累，就请你给我倒碗水。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，就请你吻我的嘴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老高唱一句，我也来一句。老高刚才后台，不不不，唱这个。刚才的后台我听他唱来的。我唱的是唱现代京剧，唱的好。这您听见了？呵，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，我就为练练。那一青松那个高啊，来。对对对，我唱这个。哎，你让大伙儿听听啊，注意听着。哎，等会儿等会儿。嗯。我给你帮个忙，怎么帮忙？我呀，抻练抻练老高。您打家伙。哎，我唱前半句，你接后边一轻松，高腔给我留着，就让大伙儿瞧瞧您多大能耐。对，您有个要求，你说、哎、您起这调的时候稍微高一点。好的，要不然我唱着憋得慌。你看看啊，好，于老师您给指点指点、啊。哎呦，您太客气了。哎，来，我都没听过您唱。要、哦、要学呢啊，对，高一点啊。要，等会儿等会儿。嗯。怎么了这是？我们说话您没听见呢啊？您再说，让您高一点啊。我还嫌低呀、啊！你起这么低，我唱不上去，费劲呢。要不再高点？要你再高点？哎哎，行，来来，对，高老师，嗯，就别支持他了。不是，我让他再高点。我知道，我听出来了啊。我劝您一句啊，您说，不能再高，差不多了。后边那还有翻八度呢，那是您的，您得翻上去高八度那哎哎好那。别别说、啊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没，我提醒你，他唱前的，我接后的，这里没有你，我唱不上去，我也站在旁边眉飞色舞的，你就叉叉，这怎么的了？你长了一脸没有必要的肉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您说什么？我提醒您一下也不好，用不着大过节的，你今儿十五知道吗？是过节呀，过节嘛，人唱高点嘛，你在这儿你不懂艺术，你听着吧，哦、来吧，来来来，高点，高你瞧，越高 越高越好，再高点，再高，要，哎呀嗨。谁踩你肾了似的？你才躺地上了啊！我不能听你的啊！行行行，嗯，不像话了。你尽你所能。哎，这就凑合，差不多了。学哪？泰山顶上。注意啊！啊。一青松。谢谢，谁跟你握手了？你讲理，你先伸的手啊！废话，要脸不要脸还握手呢？跟人家怎么样？我先伸的手，让你别唱了。唱多好啊！好什么？你哪儿？我听见什么了就好啊！我让你听着点，你不听着。是我听着点的，您就是大便干燥的腔儿。你净这路语言，你看看。不是，这没根本什么都没听见呢。咱白唱了，咱怎么呢？唱挺好，人都没听见。什么？他没听见啊？他没听见，耳朵震聋了，有点。对，你看看，震耳欲聋嘛，太高了、啊，是不是、啊？这都真的假的？你们俩这个，我们都是戏精，再来一个吧。哎，太棒了！哎、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。这回认真听了，是我听来来来，穿，嘿，好地道。林海，嗯，
跨越远起初，那恐怖鬼故事那意思。哦，那儿了哈，注意啊，来，小寒呐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京剧窝子行，哪儿叫京剧窝子？怎么样？您给正式点评点评，我还正式点评点评。我们挺虚心的。哎呀，这是不错啊，是吧？谢谢啊。您这个艺术用一个网络流行词汇可以描述啊？怎么形容？就是蛋疼啊。嗯，什么评语？这都是什么玩意儿？你白俊凯，你唱的很好啊，是吧？你唱的又响又不臭。哦，我放屁呢，是吧？什么叫又响又不臭、啊？咱们再唱一个吧，我还上瘾了，我就爱跟您合作，我也是这样的。咱们再来一个，好不好？这破玩意儿上瘾，好好好啊！好，哎，来来来，来吧。嚯、哦，都开始了，这是武戏，可能是。哦，来唱吧。哎，好，走。哪出戏？哎呀，走哪儿去我？呀，你早问的，我忘了。您再随便唱一个，我给你编一个啊。哎，可以。《红灯记》哦，狱警传四郎豪迈步出监，出监是我的。我听这箱，这回行，彻底没声了。这回，好鞋。哎呀，谢谢。好，鞋不错，鞋不错。谢谢，夫子庙大市场买的，错不了。怎么样吧？这回。这回地道不地道？地道。哎，谢谢您。跟您这么说吧，啊啊，就您这玩意儿，这儿搁一馒头，连狗都能唱。哎，你们俩等我拿馒头去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绝对是轻视艺术。哪有艺术？您看不起，这是一般人来不了这个。谁都能来，你能来吗？你说这高腔来不了，不出声，谁都能来。您也能来，这太好了。大十五的大伙欢迎，让他来一个。你来这个。你躲开，你站这别哆嗦。你说这枪得上火吗？你这块儿，你说高腔我不行，这不出声谁还？他老不服。哎，于老师准备好了吗？问你话呢？啊，我回答呀。啊，回答。哎，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？这种态度就好不了。喊嗓子吧。哎。你吃了沙崩子了是感觉？听着吧。是个吊门啊。啊。啊、哦，那个你高点不会吗？啊，你这尽你所能吧。你学我对不对？哎，听着吧，倒霉去吧，可以准备啊。嗯，一见公之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。哎呀，我太高兴了 ，Please， it's your turn。阿里克那给我再给骂死 ！Don't worry， 太可气了。嗯，哦，来呀，来呀，哎，来来，不是你的意思，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？是啊，怎么样？哎，我就是真唱不上去。哎哎哎哎、不是搁一馒头，狗都能来吗？可能是没有馒头啊。不是谁都行吗？你们这叫缺德，知道吗？怎么缺德了？本身这段调门就高。低的时候还往这么高了唱，那高的时候谁也唱不上去。哎，我可以试试。你行，有行的。你行，你唱前面，我给你接。好，还我起调门哈，你给起高点。好嘞，听着吧。来啊，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。真好，喊我干嘛呀？好高哎，往下唱。哎，你原来是不是在宫里上班？你少来这套，你接着我这唱。来，站立宫阿门，叫小凡。上去了。谢谢啊。对，今天算是开箱。哎，来着了，这是每年的头一场演出啊！是喽，今儿来这演出的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，哎，有了您认识，有了您不熟悉，把他们叫出来，咱们玩会儿啊！好，玩会儿看。咱们打那边重新介绍，高峰高老板，大家好，我的爱徒栾云平，那我徒弟跟我儿子一样啊，烧饼。那我徒弟曹鹤阳，张鹤伦，郎鹤炎，主持人是我师弟
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。德云社有个小曲儿《大西厢》，咱们给大伙儿唱几句吧，好吗？好。哎，唱一番《云苏调》来。次日清晨，辞别老高命啊！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！哎哎哎哎哎哎！我上了伯龙马呀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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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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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过三里桃花店呐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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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刚才你们是不是唱五环了？听见了，花那么些钱唱这个破歌，我救不了你们了啊！刚才是岳云鹏、孙越，哎呀，俩人跟这儿又唱又跳啊，一起玩了会儿，挺开心。是，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啊，又换上我跟于老师来了。我们再说一段。我一上来看见好多女观众的表情，我特别感慨。怎么呢？你们是真是爱于老师。我人喜欢相声，你看这脸上状态啊，我一眼就看透你们的心里话了。人家怎么想的呀？好多女孩想的是嫁给于谦，给郭德纲生孩子。哎，那咱们三个人就好好过吧。嗯，你们这是要累死我呀！玩笑说玩笑，嗯，我跟谦儿哥好的不能再好了，关系是密切啊。为什么有时一上台可爱先说会儿于老师呢？啊，就是我们俩就这个跟亲哥们儿是一样的，就那么好啊。好多人都说你们是不是闹着玩儿，以前没这么好。错。嗯，我真是十六七就认识他，这真事儿。到北京之后跟大哥一样，嗯，带着我们这儿去那儿去，泡温泉、动物园，哪儿都去。就别提这个了，就这俩地儿没去过。这都真事儿。哎呀，带着我们到五星酒店去演出啊。对，那时候五星酒店还少。我十七八的时候，列位，嗯，住店就是什么那个国营的旅馆，对，招待所、旅社，嗯，住那个地儿。对，五星酒店听都没听过。没有，一晚上好几百上千，那都是要疯啊。嗯，那会儿印象中这五星酒店就跟抢劫是一个行业。好家伙，你想啊，那会儿一个专业的演员，一般的演员一个月标准工资300块钱啊，对不对？拿一住一晚上那花800，那不疯了吗？就是啊，那不可想象。包括到了五星酒店，瞧哪儿都新鲜，没见过。我到现在我不怕您各位笑话啊，到洗手间看见那小便池我都感慨。那有什么的？谦哥，嗯，你看这小便池怎么比你们家吃饭的碗还白？哎嗨，没有那么比的。这个没见过呀。是哟。嗯，小便池里泡的是什么呀？怎么泡什么了？粉色、绿色、红色的球。哦，谦哥，这是什么呀？我得告诉你们呀。谦哥看看。嗯，什么呀？这可能是谁横着那个糖掉了。什么呀？这不胡解释吗？我真信呐。就这么真信。哦哦，尿得太开心了啊。对，一乐一张嘴糖掉了。那是啊，方便完了我出去了。哦，等着谦儿哥。是，一会儿他从里边出来了。我呢？我吃了。别人没信我信了。合着人太好了，他实在。真的啊。啊，中国相声界对我最好的就是于谦。这不假。我给您举一个例子。您说。比如说啊，在一个房间里边是好几百个说相声的都在啊，就大聚会。我说了啊，谁有充电宝借我用一下。呵，手机没电了。所有的人都假装听不见。哟，只有于老师会站起来啊，我给你去拿充电宝。这也不算事儿。就这么一个人会搭理我，小事儿。于老师说完了站起身来，嗯，先把输液的针头先拔了。哟，我还输着液呢。输着液，你看看，拔了。嗯，把心脏起搏器摘了。这
这就不是小事儿了、嗯、这个呼吸机拿下来了，我能听见您这句话就不错了、嗯、把吓得胃镜拔出来，哎呦，把肠镜，好家伙，肠镜一拔出来啊，还掉出一瓶啤酒来，好家伙，我打韩国跑来的，是吧？于老师告诉我，嗯，你不要着急啊，我回家去给你拿充电宝，还得回家取去啊。打开门，于老师冲出去了，我还真能动。外边刮风下雨，打雷打闪，这不怕。谦儿一出门，啊，这雷整劈在脸上，我也是缺了得了，咔哈，啪，怎么了？人就躺地上了。让雷给劈了吗？那是站起来脸都黑了，劈糊了都，往家跑，哟，还跑呢，去拿充电宝。我这儿躲雷呢，不是拿充电宝去了。跑着跑着啊，地上有狗屎，这狗屎踩上了，哟，日，又摔一个，整个人掉在沟里面。怎么还有沟啊？旁边有个沟，摔在沟里边了。哦，沟里边都是立着的大铁钉子。您说那不是沟，这是陷阱，这是扎的满身都是窟窿眼儿。哦，爬上来、嗯、那个血出的像花洒一样，那么厉害呢。哦，往家跑去拿充电宝。我应该拿肥皂去。嗯，前面有个十字路口，哦，过了一辆小卡车，小卡车不大，拉着3500万吨的煤。好家伙，这是小火车，这是车头。嗯，奔着于老师的脸撞上了吗？撞上了，撞的还真准。于老师躺在地上，车从身上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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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去了。啊，于老师站起来了。我还能站起来呢，往家跑去拿充电宝。我这身体得多结实啊！我这个到家门口啊，门锁着呢。哟，于老师敲门让嫂子开门，去叫门吧。噔噔噔，啊！嫂子说：“你等会儿不方便。”怎么不方便呀、啊？一会儿功夫门错开一条缝啊，一个男人的手递出一个充电宝来。我们家里事儿比外边事儿还大呢、嗯，拿着充电宝往回跑。哦。站在十字路口这儿干嘛？拉煤的那个车又回来了，这孙子等着我呢，是怎么着？这个3500万吨煤，万吨了又改上那边上货去了。他是这车奔于老师那脸就来了啊，啪，这过瘾劲儿了。于老师躺下了啊，这车打身上过去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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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去了。哎，过去了、嗯、于老师又站起来了，拿着充电宝。嗯，我改超人了，我这个、嗯、往回跑去送充电宝。还跑呢？跑着跑着低头找，找什么？找那狗屎。我找狗屎、嗯、没有，都让我踩完了。没有啊，没有，也往沟里跳。我疯了吧，我这是扎的一身都是窟窿啊。哎，我让汽车撞傻了。哎，又上来了。嚯，还往回跑去送充电宝。就这充电宝闹的，到门口不进来。我呢，等雷呀、啊，等雷呀、啊，好嘛，咔嚓嚓，是这雷劈在脸上了，是是，这才满意，啊，过瘾了，哎，心满意足。嗯，进门来拿充电宝，哦，德刚给你，可拿回来了，我眼泪都下来了，你死不死啊？太让人感动了，是吗？真感动，怎么办呢？接过充电宝，哦，把这线捋出来，嗯，插在我的充电宝上。我，你缺德不缺德呀？哦，不是手机没电了啊？那当然啊，我手机有电啊。哦，充电宝还剩98%。嘿，好嘛，就这两格电要了我盒钱了。你看看，啊，这是假的，可不假的吗？这是告诉大家，于老师是个君子。
你瞧怎么又改君子了，就是这个人交朋友这个心火热火热的啊，就心诚，一身的热血是顺着每一个窟窿往外出，还是扎的呀，这个不是啊，血是热的，心也是热的，那是正人君子。嗯，这个人这么多年来是连洗头房都没有去过啊。好，知道了，你们去过对吗？这嗨，不是你们这是信是不信啊，真这样。20年前啊，洗头房是一个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这么一个活动场所。什么时候？物美价廉啊。哦，一个不大的小房间，是里边点着一个粉颜色的灯，你瞧，坐着一个化好妆的大姐姐。还大姐姐？大姐跟我坐，她说她是美容美发的。哦，你把她这房子拆了，你连一把梳子都找不着。那是人家不用这工具。哎，于老师没有去过那个地方，咱都不知道那是干嘛的。从那儿走他能走过去，你瞧瞧，非得里边的大姐敲窗户喊他，还叫噔噔噔。嚯，玩会儿吧。嚯，这谁玩谁呀，这是。我是这怎么那么粗的声啊，能把于老师吓一跳。哦，你瞧瞧，多少钱？别问了，多少钱干嘛？我不是不进去吗？我没去过啊。我认识的相声演员只有两个人没有去过这种地方。哟，还有谁呀？那个人是孙越。哦，刚才这捧哏的演员胖子。嗯，他没去过这个地方，他也是正直，进不去。嗨，叫门太窄是吗？太胖。哦，他让那大姐出来，大姐不出去。那是，大姐说我们这行没有露天作业的。废话，什么词儿啊你这是？为什么要这么形容？为什么？是因为于老师在我心中是个圣人。你瞧，又过奖了，道德模范。没有捧了，重情重义。重情是应该的，特别重情。是吗？6岁嗯，就爱上了他的表妹。你瞧，我这叫重情吗？表妹叫绿茶。绿茶表是吗？这词儿我们懂。6岁我喜欢你。哦，表妹说这个不行。怎么不行？你是我表哥，我是你的表妹。哎，我们怎么能在一起呢？小女孩懂，又何况我长大之后是要嫁给王子的。怎么就非得嫁给王子呢？小女孩嘛，都有一个公主梦。公主梦是都希望嫁给王子。那就不是必须呀。啊，我以后一定要嫁给王子。怎么见得？我的意中人他是一个王子。哦，他的名字叫独孤孤独孤独子。哎，您跟他说吧，那就是我啊。我要嫁给他啊。啊，那因为我觉得我是应该嫁给王子的。你怎么见得非得这样？因为我拿筷子拿得远。拿得远就代表嫁王子吗？民间传说吃饭拿筷子近，嗯，嫁了就近。哦，拿得远嫁的就远。老人有这讲。这个表妹长大之后越拿筷子越远，非得嫁王子。到后来两根筷子接在一起。好家伙，长大之后果然嫁给王子了。嫁给炸油条的了。对，嗨，是也就炸油条用这么长的筷子。嗯，这叫童言无忌。那倒也是，谦哥要说起来很让人佩服。怎么了？跟嫂子在结婚之前啊，只交过一个女朋友，这就很正常吗？这个女朋友叫彪子。我女朋友叫彪子呀。彪子是一个叉车的车模。好嘛，这我们俩可算配上对了，在这儿。嗯，长得挺好看啊。是啊，整容2块钱。行了，别提这个了。嗯，没事儿，脑袋上戴好多花，女孩都喜欢戴花，一圈一圈的花啊。两个人手拉手走在街上。嗯，很多人都问于老师。问什么呀？给谁送花圈呢？好，脸太大了。闲来没事儿，一个悠闲的下午。嗯，于老师和彪子，嗯，在喝甜水的地方对面而坐。这是个水吧，每人拿了一杯黑珍珠奶茶。以前兴喝这个。黑珍珠啊。对，大粒儿的，里边有一个吸管，是捧着，嗯，含着这吸管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就那么喜欢。我们这是喝呢还是吹呢？这吹这珍珠，吹着玩。你瞧瞧，吹着吹着，彪子呛着了啊！喝，
多吓人呢，这个这点黑珍珠啊顺着鼻子眼儿全出来了，好家伙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哎呀满桌子都是，这倒不糟践，把谦儿乐坏了，那是啊哪有这样我还捡着吃呢，行了掉地也不要了，哎呀呵别玩了，就多恶心呢，彪子看着很恶心，那是啊，夺门而出，人家跑了，谦儿赶紧追他，得追呀、啊、把门夺回来啊，彪子抱着门跑的呀、嗯、我说夺门而出呢，这个后来两个人分手了，得赶紧分吧，彪子是您人生中的一个过客，赶紧过去吧，嗯，但过客也是客，该接也得接，好我这接客呢，我这到后来遇见了嫂夫人，哦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，好话，跟嫂子结婚之后确实让人很羡慕，我们有感情基础，郎才女貌，但谈不到豺狼虎豹，谁呀、啊、不是，没有，两个人好，好是好，到现在谦儿哥开车带嫂子出去啊，无论到哪儿一停车，哦，于老师都主动过来开车门，这是绅士风度。您记住了，嗯，如果您在停车场看到一个男人主动拉车门，嗯，只有两种原因。哪两种原因呢？第一，这个车是新的。第二呢？这个娘们儿是新的。嗨，啊，反正得有一是新的，是吗？也说实话，嫂子对他照顾的好的过分，这无微不至。你想啊，我们前两天在杭州演出啊、在剧场门外，他跟我走着走着说：“哎呀，嗯，自打跟你嫂子结婚了，我这些年，嗯，都不会花钱了。怎么叫不会花钱呢？所有应用之物啊，衣服、鞋，乱七八糟的，都是嫂子买啊，就不用我操心，太疼人了。”嗯， 嗯，正说着呢，嗯，马路边有一个老太太，嗯，摆摊卖东西，卖什么东西？卖毛线织的帽子，就是小买卖。谦儿掏钱就买，我这干嘛非买这个呀？第一，帮助帮助老太太，哦。第二呢，嗯，练练花钱，哈，这也得练。买了三顶不一样颜色的帽子，都什么色儿啊？一个韭菜的，哦，一个菠菜的。一个芹菜的，我自己花钱买仨绿帽子，你知道吗？拿回家照着镜子戴，还是一个一个的试。哦，嫂子在旁边看着他，是。其实吧，嗯，你不用买，不用买怎么办呀、啊？哎，你说一声就行。没听说过，两口子不能这么逗。俩人是真好，是。刚才在后台换演出的服装啊，脱了自己的裤子换衣服，我一看，我真是很感慨。怎么又感慨呢？人家两口子，嗯，穿的是情侣裤衩，嘿，这还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给我说清楚了啊，你怎么知道是情侣裤衩啊？别想，别编，孙悦跟我说的。嘿，好嘛，就我一人不知道。我告诉孙悦他媳妇儿，怎么那么乱呢？这里，玩笑说玩笑啊。我对嫂子是很尊重的，是中国人老话嘛。啊，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有这么句话。有时候我心里别扭，啊，不管是因为工作还是外界，是心里别扭，谁也劝不了我。哦，只有嫂夫人，她行，一定是可以把我说服的。怎么那么别扭？这话说出来真的很好啊。嫂子有点什么事儿也跟我说，那就互相的吗？打一电话，嗯，你有时间吗？来一趟。哎，好好好好好好，那么痛快，那是多忙，把手里活放一放，是洗澡换衣服赶紧去干嘛去？你这是，你看干干净净的吗？哦，哎，这是于老师的家，到家了，伸手拍门，来吧，啪啪啪，这是拍门的吗？这个啪啪啪，你不会摁门铃啊？哎，我傻了，这有个门铃。哎，啪啪啪，嗨，什么缺德门铃啊？这是
门开了，赶紧开了吧。嫂子站在门前，她来了，穿个超短裙。什么场合穿超短裙？在家怕什么了？又何况不是很短。哦，到哪儿啊？到锁骨。哎，锁骨，那不是超短裙，那叫假领子，知道吗？这个超短裙上头在锁骨这个上头，哦，下边呢？在锁骨的下边。这不还是那么短吗？这不是？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啊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嫂子您好。哦，谦儿哥呢？在吗？你来的正好。怎么样？刚走。刚走啊？那叫正好吗？进来吧。哦，进来了啊。那个，你吃饭了吗？哦，还没呢。你瞧，吃豆腐吧。什么呀？哪儿吃豆腐去？麻婆豆腐。哦，吃麻婆豆腐。嗯，我还给你准备凉菜了。什么菜？切了一盘金华火腿。哦，这是酒菜。嫂子，这是什么菜？不认识。你傻呀？什么菜？有一腿。哎，你们俩这事儿非搁明面上说吗？这个你们避讳点不成吗？开瓶啤酒你吃着喝着，你瞧瞧，嫂子给你包饺子吃。哦，有句老话你听过没有？什么老话呀？好吃啊啊不如饺子。哦，好玩啊？怎么样？可不如包饺子。哎，真，您这没有这么开玩笑的。吃饱了喝足了，嗯，嫂子说：“我问你点事儿吧。”你说吧。这个，你们上学的时候，嗯，每天晚上睡觉前，于谦都有什么活动吗？这是问什么意思？这一问问的可太远了啊！啊，他一说，我想起来了。什么活动？我们是从小在一起上学，啊，老师告诉我们。说学逗唱最重要的是补气啊，这个是要用气的吗？你不会用气的话，在台上你坚持不下来几个小时。是的，我们都是锻炼跑步，这样补气。唯独于老师是食补啊，我靠吃。他家有钱啊，我吃，靠吃东西补气。吃什么补气？他吃的是干炒黄豆。干炒黄豆，睡觉前要吃十斤干炒黄豆。嚯，十斤十斤的吃啊！喝三盆凉水送下，是要不太干呢。我也不知道您哪位是农业专家啊？十斤黄豆，三盆凉水，一般的牲口吃不了。废话，这跟这农业专家有什么关系？他每天这样吃啊。那会儿我们都住集体宿舍哦，但是就是因为这个，让他一个人睡单间儿。我说我有身份是吧？我们怕崩死，至于崩死？因为气补多了一定会漏的啊，补过了。这是上学的事儿，没想到结婚之后这个爱好一直就延续了下来啊，就重在坚持嘛。嗯，唯一的变化就是不拿盆喝水了，改什么了？用桶装水。哦，睡觉前十斤黄豆一桶水，也喝三盆多。嗯，早上6:30准时漏气。怎么还准时漏？叮烫，嘟烫烫，令烫令叮烫。好，我这放出一板儿来，我这个嗯，一般放到早晨7点，半个小时啊。嫂子是7:30苏醒，这熏晕过去了，这是。醒了，先打磨打磨脸上的豆面儿。这哪儿有那么多豆面儿啊？你们都吃过北京小吃驴打滚吗？啊，这不呵，太恶心了。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耳朵里还有一个整的黄豆。好家伙，这开枪呢，这是没嚼碎的那个。行了，所以说嫂子问我，他天天这样放有办法治吗？嗯，我说这样话，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保留节目了，别提这个，很难让他改得了，习惯了。你可以吓唬他，这吓唬什么？你就告诉他，你只要这样放，嗯，早晚有一天会把肠子放出来。谁信呢？说完我走了。嫂子真听话，说了，跟他说你再放就把肠子放出来了。哦，小孩都不会相信，谁都不信，何况于谦呢？对，你说你呢，我排我的。哦，还接着来。每天睡觉前一桶凉水，十斤黄豆。嚯，早晨6:30开始放，放到7点，媳妇7:30醒。哎，老习惯了。这天呢，嗯，早上起来，他媳妇给他做早餐。什么餐？北京的小吃卤煮。哦，叫卤煮小肠，猪肠子做的。对，真缺德，你就这么放了。嗯，早晚你得把肠子放出来。自个儿还倒了。我说你还不信。嗯，你一定会把肠子，嗯，
这什么意思？我这干嘛这么阴险啊？老说你不信呢。什么呀？今天手里就是肠子呀。哦，我把这个肠子给你放在床上啊，你放完一回头一看害怕了，以后就改了。至于吗？把肠子擦干净拿出来。哦，七十多斤呢。七十多斤，这猪才多沉呢。这个哎呦，进卧室撩开被子啊，走。好家伙，我能让这肠子给撞床底下去。嗯，嫂子又出来包葱包蒜，看着表啊，六点半，听屋里边听汤又开始。嗯啊，出了个嗯。哦，门就开了。是于谦脸煞白呀，吓得不许进来。嚯，把门关上了。嗯，得有四十分钟。嗯，门又开了。嗯，于谦一身的轻松。是吗？还乐。哎呀，媳妇儿啊，嗯，你老吓唬我说能把肠子放出来。对，我还不信。是，今天真放出来了。是啊，不过你不要害怕。怎么？我把它都塞进去了。我去你！后来啊，那没有后来了。这还连续剧呢您这。好吧。嗯，这回来成都可开心了。是，这个场馆去年没来过啊。啊，他们说能坐一万多人。哎啊，行，是地儿小点就小点吧。这还小呢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今年的演出分两种。嗯，一种就是这个普通上演，普通啊，五六千人。对，一种就是这个师徒父子相声大典。哎哎，一万人往上，这个人多。对，这个有上海也演了18000的，北京也都演了啊。嗯，挺好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。嗯，这是大伙儿的支持和鼓励。哎，在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的，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。是啊，你们不要给我得罪人啊。是啊，会有的，会有的，会有的。会有的，一定会有的啊。嗯嗯，谢谢各位的支持。嗯，我们就是相声界的小学生。哎，凭能耐吃饭，拿它当个手艺。对，您各位这支持养家糊口。相声是最简单的艺术形式。嗯，也是最难的艺术形式。这怎么说？你看看，就是一张嘴，时间、地点、场合、人物、矛盾冲突都是我们说出来的。哦，我拿手一指，这儿有一冰箱，你一定要相信这是个冰箱。这无实物吗？全靠一张嘴说出来。嗯，怎么能说得好呢？嗯，雅俗共赏。哎，这四个字我们倒经常说，雅要雅的那么俗，俗要俗的那么雅，中间是辩证的关系。无与你焉有荷花？哎呦，对啊，太雅了不行。太雅了不行吗？雅到极致不风流。哦啊，昆曲，你还雅得过昆曲吗？昆曲那是很雅呀，每一句唱词好几个典故。嗯，清朝末年的时候，都得是赶考的举子、念书的秀才，嗯，捧着《康熙字典》，抱着《24史》，听昆曲，这深度啊，太雅了。嗯，到民国就卖不出票去了，这没人看。你是听场戏弄得比种地还累，谁跟你费这劲呢？是太雅了不行。哦，太俗也不行。哎，太俗怎么不行呢？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。嗯啊啊，谁看？你们这成都的观众这素质有待提高吧？这个什么都看 啊。所以说俗中有雅，雅中有俗。是，这是个辩证的东西。没啊，而且来说这些年来我特别感慨。嗯，郭德纲在相声在舞台上只占20%。哟，那80%呢？于老师和他的家人。哎嗨，就只说他们呢是吗？很多在道德上有洁癖的人没少指责我。他们说什么呀？啊，你为什么要老台上说于谦的爸爸，说于谦的媳妇儿？嗯嗯。哎呀，说到这儿我今儿很难过。怎么？你以为我在台上提嫂夫人，嗯，我就那么开心吗？嗯，啊，你就那么开心？我都看出来了。相声除了才艺展示类的节目之外，嗯，学个评剧，学个京剧，学个唱歌跳舞，是剩下的就是两个人讲一个故事。可不吗？讲故事就要有主人公，人物啊。第一种就是我的故事，哦，第二种就是他的故事，对，第三种就是我们两个之外的故事，也就这样，不能提别人。哦，哎呀，有一个人，他的老婆跟我很不错，你看，就是那个观众，就是他。嚯，还没等说完了，打起来了。
那是我没下场，他拿菜刀过来了。那是不能说观众，嗯，我也不能说别人，就是那个保安哥哥，你也不像话呀。那是，只能说我们自己，嗯啊，我小的时候，我七岁学评书，九岁学相声，我在桌子里边站了十年。哦，这捧哏呢？我捧哏出身，我站桌子里边十年，是每天站外边这说我。哦，他们也说外边走马灯一样换逗哏的演员，是吗？谁站着谁说我。哦，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？郭德纲他媳妇怎么着？嗯，节目就是这么设计的。对，谁拿这份钱，谁应这个活，就是角色嘛。这里谈不到什么道德伦理啊，就跟您看京剧似的。哟，京剧这个老艺术家唱小生的。95岁高龄上了舞台，他扮演的也是个孙子。对，他没胡子。你不能因为他95了把他那活改了。嗯，8岁的一个小票友上台带个胡子，他也是个爷爷。对，他演的是这个。这都是假的呀。对，对不对啊？你说你看电影，这管这叫爸爸，你知道是假的。嗯啊，这跟这一男一女俩人一被窝睡觉，你知道是假的。嗯，这儿一举枪啪，那儿跟那儿哆嗦，你知道是假的。怎么到我这儿都是真的呢？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？嗨，说的也对，你这听相声吗？图一个开心，高兴。你说你天天跟说相声的矫情较真，那您这个生活实在是不幸福啊！啊，而且于老师这是为了相声事业做贡献。哎呦，您瞧您说，为了相声艺术在台上说你们家的事儿，哦，你愿意吗？哦，你们都把我豁出去了是吧？不是，这个是可以，愿意，愿意啊。对了，再说一个。好家伙，把我摁瓷实了，您说呀？谢谢吧。嗯，为什么容易被人说、被人指责？就是嗯，演的太多了。是，你说一年有2场演出呢，就没人说，一辈子3段录音，想指责你下不去嘴。哦，你天天那么演，网上天天大伙儿随便拍，我也不拦着你们，随便录音、随便录像，天天闯的网上都这个，可不就有机会让人说吗？这不对，那不对，你看看他那个拿于谦他爸爸开玩笑啊，我都听了一年了，他怎么老这样？他那 MP3 里就这一段，这玩意儿能听一年吗？他来回听这一段，他不指责我们是吧？啊，其实还是得谢谢观众对我们的宽容，是真的。这个只有商演是最难做的了。哦，你说你评个一级演员，拿个相声大奖才一等奖，都是可以人为控制和左右的，这唯独这种场合很难，真的。对呀，啊，真的。我当然了，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哦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你看，评个二级演员，单位里边给你也行，给他也行，哦，给那个也行，他可以人为控制。嗯，大奖赛二等奖三等奖不就这几人一说吗？嗯，给谁是谁，所以说可以控制。你想这个你再怎么控制，你们家有10000多年亲戚朋友们是不是？哦，他安排不了。没错，所以说这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哎，这是真的。包括今天来的演员呢，这个为什么叫石头父子呢？郭麒麟是我儿子。岳云鹏是我徒弟。对，今天呢能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，我很高兴。你跟哪个儿子站？老正经就没意思了。来，我把他们几人叫了，都在那儿站着了啊。对，咱们再看一看啊。来来吧，快来快来来来来，跟成都父老聊聊天啊！演完了一会儿，咱们吃火锅去好吗？好吗？涮火锅？嗯，好安逸哟。快来快来，下来下来，我先去，先去。来，下来一下。我挨个介绍一下啊，那边那个壮壮你们都知道哈，啊，我徒弟阎鹤祥，啊，哎，换个了，我还刚想说我儿子呢啊，啊，那胖子孙越，嗯。这是我大儿子郭麒麟，嗯，哎，我徒弟岳云鹏，哎，哟，这还有一个忘了啊，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，哎，少侯爷侯震是，啊，这个大伙儿都在这儿了，咱们唱两句什么吧，好吧，玩一玩吧，啊，我是唱不了，因为我。不会唱歌，你们别难为我啊！你怎么？您怎么不会唱歌啊？您在这儿就别谦虚，别客气，大伙儿都知道。我那个不叫歌，我那个啊，大腰带冬季啊，啊，好，你们真敢听啊！岳云鹏刚才不唱了吗？是吧？啊，是按照我那个版本唱的吗？
我就起了个头。哦，起了个头，他刚才带你们唱《大姚在冬季》呢，是吧？您这有特点。我这个啊，我原版的啊。啊，我们再来一会儿，咱们一块儿啊。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耶、yeah! ，行了，二人转味儿。我还会那个呢，啊，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嗯，唯有椰林缀斜阳啊，这是一片海蓝蓝。嗯，我还会那个呢，还有你爷爷，我小的时谁呀？词儿都错了，应该是我爷爷小的时候一样啊。算我嘴欠、哎、这嘴太馋了啊、嗯、行了，又到了于老师唱歌的时间了。我啊，你们点一个吧，于老师都会。我一猜你们就跑不了这个。这个小女孩唱的，一老头站在这儿多恶心啊！唱完了呢，其实于老师唱摇滚唱的可好了。你们不恶心，我都恶心。咱们还是正经八百唱句歌吧，好吗？好的。假行僧，假行僧可以啊，唱几句好吗？好。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白走到黑。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。假如你看我有点累，就请你给我倒碗水。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，就请你吻我的嘴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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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于老师，谢谢啊。这个这样吧，我带着你们，咱给大伙儿唱一个大西厢好不好？大西厢是德云社的一个群唱的小曲儿啊，咱们唱最后的云苏调，你们要会和苏，咱们就一块儿啊。好。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呀，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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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走过三里桃花店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呀，越过五里杏花营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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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桃花店前出美酒啊，坡前女儿花容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，哎哎哎哎哎呀，十里厅坐定了崔莺莺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，哎哎哎哎哎哎，愿诸位阖家欢乐，福寿康宁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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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这世界很酷。